许多人都跟我们一样喜欢吃牛排，其实在台湾吃牛排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今天人在哪里呢？我们在如斯葵牛排馆。十一盎司菲力牛排，滋滋作响的牛排呈现方式是如斯葵的独家特色。刚上桌的菲力牛排飘来一丝丝的奶油香气，陶瓷盘中的油脂落在热盘上发出滋滋声响，好诱人。Our philosophy at Ruth's Chris is to provide the best sizzling steakhouse dining experience along with impeccable service and hospitality for all our guests. 以纽奥良天际发想，采用城市剪影营造视觉焦点的如斯葵大直店2014年开幕，具现代感的吧台以及极简线条展现现代摩登风情。1965年，露丝·佛特尔在美国新纽奥良创立如斯葵，至今已超过50年历史，全球分店超过150家。台湾第一家如斯葵于1993年引进，是唯一在北中南皆有分店的国际顶级牛排馆。我觉得我们先来吃菲力。哇，这一刻啊是11盎司，哇，你看，你看那个盘，光这样子，你看看 ，take 一下 ，take 一下 ，juicy， 对，你看看，好嫩，好嫩的牛排、哦。这通常是有胶原蛋白的时候才会回弹的。对呀、啊，超好切，你看看，一刀就这样下去，手感好不好？超棒的，天哪、啊！来这一块呢，因为外面比较酥酥焦焦，所以给我。这一块是我想要的，嫩的再给你，好吧？来，我们来吃一个嫩的这一块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吃吃看呢，如斯葵的这个牛排。如斯葵其实这三个字在台湾呢、啊，大部分人一听到，马上直觉就会想到什么，就是牛排。哇、啊，真的好香哦！它的牛肉啊，真的是煎烤到恰到好处。真正好吃的牛排，老实说，我觉得也不需要讲几分熟。主厨呢，他会针对每一块的肉质去做一个什么最佳温度。而且他真的会忍不住想要一小口一小口慢慢的吃，真的真的，你不会想说一下子一大口塞到嘴巴里面，因为盘子也非常用心啊，所以你在这边切牛肉搭着吃的时候就特别香。嗯，因为它的那个盘子上面呢，它已经有调味料了，所以你每次一切，那味道真的很香。我就真的很好奇，为什么它的牛排可以这么好吃？让我们来请问一下 Eric， 我想请问你，为什么你们的牛排这么的好吃啊？这就是来自这个 USDA Prime， 只有全世界2%的产量，再加上我们的1800度的高温烹调，瞬间将肉汁完全的锁在这个牛肉里面。再来就是你的高温瓷盘500度，哇，再加上新鲜的奶油，瞬间触动你的嗅觉、听觉，最后感动你的味觉。非常谢谢 Eric 给我们的一个介绍，每一口真的都是享受，而且啊，刚刚 Eric 跟我们介绍过，原来它的瓷盘呢非常的特殊，高温达到了500度，难怪刚盘子一来的时候，整个香气，对吧？就一直起来了，味道真的好棒哦。啊，我们看到了如斯葵，特别哇，光这酒一倒出来的时候，整个这个葡萄酒的这个葡萄的这个香味，甚至都扑鼻而来，那我就不客气的享用哦，我来喝喝看，来干杯。拍这个节目有个好处就是上班时间可以喝酒，我来，哎，这酒真的好香哦，我其实真的很少在喝酒的，好好喝哦，啊，这味道真的好好喝哦。那你可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酒啊，为什么感觉就非常的不一样呢？这支酒啊，相当的特别，美国三大摩拜哈伦棒跟那个 Pomotory 三合一的酒，啊，除了这个传统的这个加州的这个热情奔放的味道以外，同时还带有这个法国波尔多左岸的细致跟它的层次感，来搭配这个我们的牛排呢，不管是从菲力、纽约，甚至到了乐野牛排，都会有非常好滑顺的口感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极大挑战的40盎司的分量，真的对，有点惊人。牛排。一边吃着这牛排，闻着这个酒香，这真的是享受。你看到这么大一块哦，来来来，你自己吐，你想要吃哪一块，你自己选。哇塞，快点！哇，就是这个声音，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？真的好喜欢哦，500度的这个盘子，
有些餐厅哦，可能它的炉子这个火都还没办法到500度呢，对吧？哇塞，滋滋作响，哇！而且它搭上他们那个奶油的香味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是的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光这样闻哦，这个根本就是一种享受啊！不行，在吃之前，我先来漱漱口。因为刚刚那个菲力哦，它真的是太勾魂了。我跟各位讲真的，如果你喜欢吃牛排的朋友，假如你这一生你没有吃过芦丝葵它那个11盎司的菲力，请你永远闭上你的嘴巴，你不要讲牛排这两个字。但是如果呢你吃过它那个11盎司它那个菲力牛排，你一定会跟我一样哦，就是已经在想说，那下一次什么时候来这边预约哦，还再吃一次。真的是太好吃了，来我们来吃吃看它的战斧牛排。战斧牛排也是芦丝葵这边非常受欢迎很 popular 的一个牛排，它本身是40盎司，建议最好是可能要有3个人来 share 吧，对不对那个副总？是啊，来我现在就来吃一下哦。刚刚 Eric 跟我们讲说比较嫩的一个这个部位，好，就是它的上盖的部分。那如果喜欢比较有一点点嚼劲啊，好，在油花这个地方也相当的不错，靠近骨头带骨永远都是最香的一个味道。 真的好吃，真的非常的好吃。战斧牛排其实我们吃了不少，对吧，也好几家，但是芦丝葵它的这个战斧的牛排哦，真的可以拍得上前几名的，它真的是非常的好吃，然后非常的香。我想要来吃吃看比较带油花的这个部位，你听到没有？就已经吃了这么久了，这个瓷盘呢，非常喜欢他们对瓷盘的，真的这真的太有特色了。我来吃吃看这边，它这边吃起来哦，我觉得它的香味更浓，而且它这吃起来呢，它确实比较有点嚼劲，但是这个嚼劲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哦，你不要觉得说哦，那是不是咬起来会很硬，很韧？其实并不是。只是说相较于我们刚刚一开始吃的那个菲力牛排，菲力就是真的好嫩，它真的很柔嫩，它这个就是更有一点焦香感。好，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蟹肉糕来了。蟹肉啊，是在台湾哦，也是我们一般最受欢迎的前两名，就是龙虾跟蟹肉，刚好一人一颗都不会吵架。而且啊，芦丝葵你看看他们非常的可爱，几个柠檬都很用心。是的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柠檬，这应该是莱姆。光弄下去哇，这真的是满满满满的蟹肉哎，你看吗？你看看这一打开全部都是丝，都是蟹肉的丝，这应该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，我相信。来，它这个本身呢，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地方是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知道哦，就单纯就是螃蟹，哪怕是你只是清蒸而已，它的味道就非常的鲜甜。那你刚刚有没有吃到？它有很多哦，这个调味料运用在这上面，好像还有一点胡椒的那种感觉吧？吃起来哦，它非常的搭哦，很想再一口，再接着一口继续的吃下去。而且它下面有故意把它做的有点像是锅巴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吃起来那个口感是有变化的。因为它吃起来边边呢，它是焦焦酥酥的，对，所以吃起来它的口感它就变成很多层次了，真的好棒哦！来，我们来喝汤吧。听说这个龙虾汤哦，也是那个芦丝葵非常受欢迎的一道经典的一个汤，纽奥良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汤。那什么是纽奥良风格的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副总，什么是纽奥良风格的汤啊？纽奥良啊，是美国最多元化的这个都市，好，它传承了很多的法属殖民地的这个新香料，还有法式的烹饪的基础。就像您刚刚也特别在用餐时候提到，多层次，不同风味。其实龙虾汤我也常喝哎，但是我真的很少喝到这个。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，跟我们以前喝到过的这个龙虾汤呢，它其实是口感不太一样。我觉得会不会是它有一种比较重的奶油的味道啊？奶香味。对对对，它应该这个奶下的很重，这个奶油下的非常的重，所以它喝起来的非常的顺，而且非常非常的滑口，很浓郁。你喝进去之后，它是会在你的鼻腔，你还能感受得到这个龙虾的这个香甜的味道。接下来吃他们的虾虾，他们的这个虾子呢，也是属于怎么样呢？
做的比较熟，肉质比较有弹性的，所以它再搭配这个酱汁起来吃的话，非常的好吃。它这个面包呢，肯定就是让我们沾着吃。所以我刚本来有一点蒜香吗？有蒜香，真的好吃。它这上面沾了非常非常多的 butter 跟他们的大蒜，然后你再搭配它这个酱汁哦，吃起来的味道真的超搭的。最后 ending 呢，甜点最开心的甜点呢，工作人员给我们两份，第一个就是说纽奥良最受欢迎的最经典的，对，这是最经典的，这个是他们的起司纽奥良起司蛋糕，起司蛋糕冠上纽奥良就很厉害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呢是他们很多客人非常喜欢的。我刚刚一直在看这一个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刚就想说啊，它这个如果烹调处理过，它的香蕉片，它如果是脆脆的，吃起来一定烤烤，一定非常的香。旁边来来来，麻烦你把盘子拿过来，来，我们来试试看它的这个甜点啊，期待哦，它的经典，好好吃哦。所以我刚刚切一半给你，对的吧？真的，我会吃完它。我觉得我也会吃完呢。怎么这么好吃啊？怎么办？它这个皮哦，其实大部分人都很讨厌吃皮，或者你一定要吃它这皮，对，或者是你一定很讨厌吃它这个底，好香哦。结果它这个底，它这个皮呢，它搭配在一起吃呢，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它是冰的，你以为是常温的吧？我实在很想再继续吃下去耶。可是还有一个，哇哇，嗯，它这香蕉烤起来，外面酥酥脆脆的，但是里面真的很滑嫩，又有香蕉的酥脆甜，味道真的很棒哎。我们今天啊，真的非常的谢谢卢思奎呢，招待我们吃这么丰盛的、这么棒的一餐。很多中南部的朋友看了之前我们九集十大必吃牛排呢，他们都非常的痛苦。他们是说，因为我们介绍的呢是台北十大必吃牛排，所以有些比较少来台北出差啊、旅行的朋友，他可能看得到吃不到，对，很痛苦。但是这一集我们十大牛排最后一集呢，我要告诉各位朋友们一个好消息，卢思奎呢他在北中南都有他们的分店，都有他们的牛排馆。所以看了这一集，如果你真的说呢想要品尝一下吃一个好的牛排呢，欢迎看了这一集之后赶快拿起电话先预约。最后我要谢谢这十家哦，招待我们的这十家的这个牛排馆，那让我们完成了这很难完成的这个任务。我们以后呢还有其他的系列呢，如果喜欢对于吃有兴趣的朋友呢，请继续锁定486的粉丝团。